Hello， 大家好，我是 Taco。那听到前面那个引擎声呢，还有这个骑乘三角，就知道我们今天还是骑忍者四百。你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又骑忍者四百？你不是已经骑到烂了吗？拍好几部影片了，又要练财了是不是？哦，没有。今天呢，我是要来卖这台忍者四百，好不好？一日小业务，为大家介绍这台我要卖掉的忍者四百，也不是我要卖掉啦，因为这个忍者四百的车主呢，是我一个好邻居，那我们时不时会聊一下车。那有一天呢，就聊到说，忍者四百好像不太够用忍者四百好像不太爽嘞，也不是不太爽，就是他有一天骑车从土城骑到了金山，他就觉得我骑好累好想换街车那就萌生了这个卖车的想法我昨天晚上跟他聊，我说NT07 很棒NT03 很棒Duke390 很棒然后他就说好像是呢，他说可是要怎么卖啊？然后我说我明天帮你拍影片，马上卖。然后就说好啊，那就来吧，直接卖吧，直接卖，就在这边忍者四百。那我今天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骑忍者四百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因为之前的影片嘛，多少都有一些，也不是多少都有一些教条，就是都往好处讲啦。那这一部影片我会最直接陈述我的感受啦。那如果你不想听我废话的话也没关系，我会做那个时间轴，你直接跳到改装那边，还有我他要卖多少那边就好了，好不好？贴心吧，对不对？是要点个赞，按个订阅，然后那我们就开始讲啊。那忍者四百其实好像也不用我多介绍，它就是黄牌里面卖最好的，跟它同级距的 R3 啊。跟 CBR500 都没有它卖得好。第一点呢，我是觉得它动力是里面最好的。那500当然不能比500它的曲线比较不一样，它是比较舒适的。那你要进阶一点呢，就是 R3 还有 RC390， 但 RC390 真的是太少了，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喜欢日系车跟双缸车，记得就比较好养嘛，对不对？那你买 R3 或忍者400这些你也不用担心卖不掉，因为它超好卖的，只是价格会比较低一点。忍者400作为这个级距的霸主是完全是 OK 的，因为它的外观啊，配上它的动力，还有它的车重，以及它亲民的坐高，我175可以平踏，170也 OK。我觉得170以下呢，你只要习惯一下，是可以很轻松驾驭的。而且它的动力也是在前中段的话也是偏线性，那起步呢，比 R3 好了一点点，后面高转拉起来呢，要动力的话也可以给你动力。这颗引擎说实在真的是蛮强的那在台湾这种山路都是比较小一点，或者是平时行驶在市区忍者四百其实也挺够用的它我觉得它也能符合你大多数的需求啦，比如说通勤比如说上山热血那即便到了赛道我觉得这颗引擎也是蛮强的真的是可以玩得很过瘾的。但这是比较入门比较新手的部分老手如果你已经有600嘴脸四缸嘴脸的话就不用听了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每个级距都有每个级距好玩的地方啦，是400有没有6001000或是125150每个级距都有每个级距好玩的地方那个乐趣不同，看你能不能感受到像我呢我骑所有级距都骑过了，我他妈还是觉得150超好玩的我还是觉得这种300cc 超赞的那车主主要想换也是因为他仿赛骑了一段时间腻了加上他有双载需求，所以忍者400的后座是我觉得是不太 OK 的啦换一个坐垫嘛，这样感情也比较长久一点。不是换一个坐垫啦，换一台车，感情也比较长久一点那现在来到七乙这种小山路这种黄牌集聚就很好玩有没有过弯很灵巧，很灵活。小热血是完全 OK 的这台，你看如果我要顺骑的话我就
档位拉高一点哦，挂在差不多四五档，这样补油很顺的前进。啊，我要热血一点呢，我就退个两档，二三档这边。就可以骑得非常爽啊，非常过瘾啊！哦，不过瘾了，不过瘾了。反正就是呢，山路哦，台湾这种山路哦，这台绝对 OK 的。那长途巡航呢，我也是觉得它还蛮够用的，而且它又有整流罩可以帮你挡风，只是它是仿赛，骑姿比较累一点。但是你可能说，哎，忍者400它是街跑车啊，把那么高怎么会累呢？哦，原因是因为这台车主他有改低把，在热血的部分呢，可以更容易让你去做超驾的部分。那缺点就是呢，平时骑会稍微累了一点。但我觉得它这个低把还是处于一个舒适的阶段啊。你可以看我前面的镜头，我还是可以很直挺的这样骑，但是长途可能就真的会比原厂累一点。啊，各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吗？有没有？我的手机镜头 ，iPhone 镜头被它震坏了，被它震坏。啊，我刚刚还没说手把很震欸，看你好样的啊！那如果要买在忍者400的话，哦，你的手机架的防震效果最好要好一点，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不会是这台忍者400的问题啊，只是刚好在这台上被震坏了，因为我之前手机架也绑过蛮多车的，那 iPhone 镜头被震坏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所以我现在还才坏，我也觉得还可以接受啦，哦。大家最好是有买那种减震垫的，不然这个太直接了。好，大家好，我是 Taco。那我刚刚手机被震坏了，非常的不爽，所以我们直接跳到改装的部分。我不太想讲，好，没有啦。其实忍者400不必我多讲了吧，这个是大家公认的。我只能说车况不错，好车一台。好，这样，那我直接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有哪些改装，然后它要卖多少钱的，好不好？好，那我先从车龄开始讲好了。它是2020年1月出厂的忍者400，然后挂牌日期是2020年6月。那跑到现在呢，8000多公里，8000出，直接给大家看一下。那有看到吗？8148公里，好不好？那应该是不会再增加了啦，不是不会再增加了，应该是。会缓慢增加，但应该不会超过9000，不会超过8500，大概。反正详细情形我会一直在我的资讯栏置顶，不是资讯栏啊，我会一直在那个留言置顶那边更新。那这台车的配色呢是星耀黑吗？还是什么配色？反正这个配色呢，要比原本的288000要多10000块啊，因为它这里你看起来我很像黑的，但是你凑近看，啊，它会有一个宁甲的标志。我宁甲的字这样浮现出来，哦，我觉得其实挺帅的啦。看久以后，我觉得，嗯，其实还蛮好看的，还蛮漂亮的。而且这个车色也算是低调啦，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那车主前后有贴这个白红色的轮框贴，哦，我觉得也是挺搭这台车的。好，那我们就从车头开始讲啦，这次讲详细一点。首先呢，它有装。行车记录器，响尾蛇的，那型号我会一样打在那个置顶留言，大家去那边看。前后行车记录器，水箱护网哦，水箱护网也是有的，有啊，宁甲的水箱护网。这一片水转印的定风翼，这个是水转印啦，这是假的啦。那有一个外观键嘛，我觉得跟黑色搭起来挺好看的。然后它有贴这个灯眉。哦，这些改装套件你不喜欢，你都可以自己拆掉或自己撕掉之类的。但这个车头这样看是蛮沙的。那这个风镜，高角度风镜，虽然没有到多高角度啦，但是换成熏黑的，我觉得是挺好看的。这有附一个正版的 GoPro 的座，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这个也可以拔掉啦。
但是如果你有要拍，你有拍摄需求的话，是非常牢固的。那这个视角照第三人称啊，就是看自己的画面啊，大家有看到，其实还不错啊。后照镜四盖也是黑色的，不然这样有点凸，不好看。三角台部分呢，首先刹车拉杆有更换，它是有六段可调的，左右都有。然后呢，这个合舱的低把，那这个低把呢，有人会说会不会太累？但我觉得其实不会，它只比原厂的角度再低一点而已。因为再低的话，忍者400它会干到自己的壳。我觉得这个低的角度刚刚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但如果你要骑长途的话，当然会比原厂来的累一点啊，这就看个人啊。再来，合舱的端子，啊，然后端子镜锁在那个合舱的端子上面。这个不要也可以自己拆掉，因为原厂的后照镜车主还是留着的。然后往油箱看，这个才刚粘上去的油箱贴哦，这个止滑效果真的蛮强的。好，那再来看这边防倒球，这个是必装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会有伤痕呢？因为这车主之前也小，他有倒在草地上过啊，还好防倒球救了他，好不好？车壳其他部分完全没有。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刮伤，只有伤在这里。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也可以现场来看车哦，都 OK 的。再来是合舱的脚踏，这个脚踏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忍者400原厂的脚踏有点太过舒适了啊。这个有段速可调的，那稍微竞技一点会好骑很多啦。这个脚踏也是蛮加分的。然后蝎子的尾段，这一根只有尾段而已，然后它是有消音塞的，但这消音塞是焊死的，所以如果你要拔消音塞的话，你可能要去外面自己处理一下。那尾部的部分呢，车主改了一个短排架，让尾部看起来更翘哦，更高一点。那在短排架上面呢，有行车记录器嘛，刚刚讲的，还有他改了 COSO 的 LED 方向灯，我得给大家看一下哦，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它的角度刚刚好，也不会被车牌挡到，蛮亮的。那最后呢，就是在后刹这边，它有改一条金属油管哦，这个踩下去真的是差很多啊，这个踩下去真的很有力啊，它的后刹很有力。那它是每3000公里换一次机油，滤芯那些都有换，然后它是车库车，看到片头就知道了，它下雨不骑车，除非是骑到一半下雨啦，不然他下雨是不会骑车的。那平常也都放在车库里，车主也是蛮爱车的啦，看这个车况就知道，蛮漂亮的。那车主呢，他想要卖24万啊，那这个还是可以，价格部分当然还可以讨论啊。那车主的理想价格是卖到24万啊，这些全部的改装品都在上面，然后原厂有的东西都会一起付给你这样子。那我觉得忍者400是一个还不错的入门选择啦，如果你是新手的话。那我也直接讲它的缺点啦，手把有点震，然后壳很贵，这个整流罩的壳真的很贵，所以你骑的时候啊要小心。基本上这台车没有什么问题啊，前悬吊后悬吊也蛮够你小热血的。那当然你要在那边刹的话，那真的要升级一下会比较好啊。那前刹跟后刹的部分呢，我也觉得很堪用，你拿来日常骑跟山上小热血的话，我觉得这台完全够用，换一个好一点的轮胎或者是来令片的话就好了。非常推荐喜欢仿赛外观的人啊，忍者400真是一台不错的车。我不是因为要卖车所以才这样讲，我是真的觉得忍者400不错。那它就是壳贵嘛，好不好？这个壳真的很贵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我的 IG 私讯我，然后新北市的土城可以看车啊，也可以试骑。但是呢，如果摔了的话，倒了的话，你就要把它买回家哦，这个、很合理吧？非常合理的，好不好？有兴趣的话，欢迎来 IG 私讯我，好不好？约看车啊，然后还谈论一个价格啊。那
车主是要现金啦，24万现金。那如果你要贷款的话，你要自己去处理的，反正车主就是收现金就对了。价格的部分嘛，看车嘛，看车再来谈好不好？有爱有心的都可以谈谈看好不好？好啊，那这次卖车就到这里啊，哦，小业务好不好？那如果你还对忍者400对这台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问问哥啊什么的哦，拜托拜托不要来闹好不好？真的拜托不要来闹，有心要买的再来好不好？那刚刚讲了那么多改装品呢，我会在留言区置顶一个他所有的车的资料跟改装品的详细，你可以去置顶留言看。那我会在车子的后面写一个括号，还在贩售中哦。那如果已售完呢，就代表它已经没了哈、哦，所以大家要问之前，请先去看那个置顶留言，好不好？是不是还在贩售中啊、哦？那这次卖车就到这里啊，有兴趣的可以来 IG 私讯我，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